在这里，跟我走。好，戴上了。哎呀，对的，戴上了。好让大家才看得到。有声音吗？有有有。好，我今天有三个就是可能会做的事情。那第一个是 Firefox 的 Release Notes 翻译。那大家可能你就可能知道 Firefox 在就是现在每四个礼拜会有一个新的版本。那上一个版本是6月1号的时候公开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两个版本是就是没有连结。那每一个版本我们社群都会翻译它的 Release Notes， 就是会一个网页写说就是这个版本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新的功能，然后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修正，然后有什么就是开发的变化这样子。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前面两个版本是没有连结的，那表示他们还没有翻完。那我等一下我今天会把这两个版本补完。好，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好，然后第二个是魔之公寮，就趁机跟大家介绍一下魔之公寮。魔之公寮是我们社群在光华商场旁边经营的一个实体空间，那它大概长得像这个样子。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平常在三级解封之后，然后想要找一个就是实体 hacking 的场地的话，可以来使用我们魔之公寮的场地。那它大概可以容纳20人到25人之间。那我们已经经营了6年了，今年刚进入第6年。那每年都有一些就是成果的介绍。那 我去年的成果介绍还没有就是整理成文章，那所以如果下午有空的话会来整理一下这个东西。好，那如果有人有兴趣帮忙的话，大家就是应该都有在 GMV Slack 上嘛。那 Slack 有一个频道叫做 IND0N 这个频道。那这个频道上面的所有的发言，这频道是给大家就是平常聊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灌水聊天分享新东西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主题。那你在这个频道上的发言都会释出到公众领域，就是你在这个频道上的发言会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那个资料库可以就是做就是其他的更多的再利用这样子。那我们会需要有人就是协助帮我们把就是频道上的发言整理成一个一个的句子，然后变成一个开放的一个就是中文的句子的资料库。哦，然后其实就是把，然后我们目前整理到应该是去年2月的进度，所以现在大概有一年，有15个月左右的就是留言记录需要整理。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新手欢迎，你只要会打字，然后会看中文，就可以来帮忙做这件事情。好，这是我今天的三个计划。好，